好，我是小凤。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2:33。小凤刚忙完，因为刚刚小凤下播之后呢，一般会回一个小时的信息，但是还有很多信息还没回复完。现在呢，我要先打开一份快递，这个是我谢文哥寄过来的，然后是我表妹呢帮我接收这份快递的。这里都有点烂了，然后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哇，怎么上面写有这个假日酒店的嘞？哇，这里面是一盒月饼，这是谢文哥给小凤提前送给小凤的这个中秋节礼物月饼。哎呦，太感谢谢文哥了，谢文哥真有心，感谢感谢感谢谢文哥啊！小凤呢也在这里祝谢文哥这个中秋节快乐啊，祝谢文哥这个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也祝我们啊这个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啊，中秋节快乐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味道的？这个是双黄的，双黄。这个都是双黄白莲口味的，因为谢文哥呢是广东人，这个应该是广东的口味的月饼。真的，我们谢文哥真的非常有心。然后以前呢，谢文哥还曾经这个在珠海，然后特意坐车，然后跑来桂平这边，然后看小凤，然后见面之后呢，都不到10分钟，然后他又坐车又回珠海去了。这个呢，也是小凤今年收到的第一个中秋节礼物，太感谢谢文哥了。好喽，咱们就到这里喽。大家早点休息，拜拜，晚安。聊好吗？聊啊，先走了。没有事。这么聊那个？买个地的毛，问下你的毛。啊？问下你，我的给你个特产了，今天买的。来，标要便宜点啊！刚才买的双牛奶呢。不中啊，不中。大人容易都中钱。罗生。这个就是老班长对吧？谢谢老班长。今天罗森带我去他老班长这里吃事。买老张来啊，我的ID 买龙着你好，好嘢。对啦，班长。哦，包你牛啦，来龙圈啊。Bye.
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广西省桂平市寻望镇。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二呢，他们这里呢都会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，就会有很多五湖四海的亲戚朋友过来吃饭，就是所说的桂平人说的那个吃事。今天晶晶摆起周地方的咁靓啊！喂，那个就是他的同学，是不是？是，有点动呀，姐。那个是他班长。班长啊，哎呦，厉害哦，班长。消防班长啊。走进来。那你这个会念吗？哎，走啊。走进来。我们不要管你，我们有。你弄的呗。啊，多谢。对，你这个镜头。我又来了，那给你两个罐子的，我拿来。来，那个平板，走了不？我没得闲，我今夜都要直播了不？你走没个？走啦！我走先了不？啊，一齐走，咁好难啊！我今天晚上吃得非常饱啊，然后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小凤，我们爸爸快逼我都走了不？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马上就要到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刚刚在表妹那里吃饱饭了，现在去帮阿姨干一下活。我看到她在山上那里扛这个柴回来了。小时候我也经常跟我奶奶去这个山上砍柴的，我去帮一下忙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做。阿姨。给我点彩能力还吧，他这种会长木耳的，我要太冲了，不到没事，我是给的他这个干了就不重了，湿的话就重。哎呀，干了，我扛这条下去了吧。香的这个桂叶，这个梗呢还可以搞一点，放到嘴巴里面含，有点辣辣的。要把它砍断，不然呢搞不下去。阿姨，你走开一点，我怕人家飞到你了。小时候我经常吃的这种野果，这里啊，这种啊。这个果可以吃的啊，但是现在还不够熟。然后呢，这个叫做五指猴啊，你看，怎么看五指呢？一二三四五，
嗯，几好啊！然后它那个根呢，可以拿来煲汤，很香的。把它搅到上面来的，等它晒干一点。其实经常这个上山砍柴是挺好的，为什么农村人那个命这么长啊？寿命这么长，就是因为经常锻炼。多了一百岁，是啊，活到一百岁。多了一百岁。你看阿姨身体多好，好啊！阿姨身体，你看多棒！你看她扛一条柴，你看多厉害！阿姨会唱山歌吗？不会。哎呀，得这么多了。这点可以烧很久的哦，这点柴哦。啊。